再看一下哈，那个刷纹理啊，或自己画东西啊，哈，这些都没有问题啦，哈。那但是你之后真的在做的时候，当然也会有更多更深入的东西，哈，也许有刀疤，也许有盔甲之类的东西，好，你都可以去找。哎，为什么刀疤会是它叫刀疤嘛。哎，这个刀疤啊，你可以去，你也可以去找，把它放上去。知道这一块就好了，白色的部分我都不要了。但是呢，它不是镂色，所以是不是可以用一些工具去换一下？这些小东西擦一擦。我说你要主刀让它合上去，好像真的发生在他身上一样。那只是说因为。我们刚正好这只青蛙是 Milo 的，好，就是近色，所以我这样一做，两边都会有刀疤。如果我说怎么这么蠢，刚没注意到眼睛的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刀疤应该再做小一点，做在这里好了。好，但是这样子就可以把其他的东西做上，好，那其他东西做上之后会像什么？来，我先把这个存一下。会像啊，像这个士兵好了，像这样，这一个人物，他其实面很少，他身上的这些东西，盔甲、纹理，全都是画出来的。好，那画的部分呢？就会是像这样子，这一张图就画了。把面拆出来之后，是不是像他胸前的这个盔甲，在这边，胸前的这个面拆在这里嘛？这应该就是他的后面，后面吧。好，那像这个是不是几乎就是他自己画的了？哈，用 Photoshop 画的。慢慢去涂，然后让它这些亮部、暗部都刷出来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下面的东西也是，这个裤子也许先有拿牛仔裤或什么先做，然后之后也是慢慢画、慢慢修。所以我的模型里面的阴影是可以直接画上去。好，你可以直接用笔刷慢慢去刷一些亮、一些暗，好，刷上去。让你的模型会更有立体感，所以即便这么低面数啊，这个才几面，才590，才不到600面哦，595面的，远远看其实它还是很像的，对吧？好，远远看还是很像，所以这种模型 low poly 模型就是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在 Photoshop 里面去把这个贴图做出来。好，那来各位你自己可以慢慢一直加一些细节啊。